期间就是初三到初五，所有这些那个店里面的销售金额都这个会捐给基金会，然后做一些赈灾的一些利用，可以做那个毛毯啊，可以做衣服，还有可以做其他的很多的产品哦。一来也是毛毯可以救灾嘛哈，再来就是希望环保哦能够越来越会众可以体会到说环保志工的辛苦，能够亲近在源头。试营运一个月之后，趁着大年初五开市日子，低碳概念馆邀请了环保志工和实业家一起剪彩庆贺开幕。馆内除了展出环保科技的产品之外，也结合社区发挥环保教育的力量。